大家好，我是 NK 中文版的先生。我们今天在香港这边看到这台是魅族的 NX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前面的概念基本上跟 N9 是一样的。只是它下面的部分，那个图示变得比较大，而且是彩色。实体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边的一个主页的按键，它是一个凸出来的感觉，一个小黑片的这样子。这个感觉挺特别，因为平常我们都是按下去，但是它这个是凸出来的。然后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，这一点呢其实就是我们 Android 的返回键。我们可以看，只是我们在主页部分现在没有返回，如果我们按浏览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只是可以返回的。而且这个是会跟随我们那个方向和转变的，比如说现在要转，看一下是不是都可以转。如果下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Micro USB， 它跟 M9 的 Mini USB 是不一样的，已经变得跟我们很熟悉了。然后左边是音量键，下面是开关键，然后是一个 3.5mm 的耳机插口，然后右边是没有东西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是一个800万像素支环 1080p 高清影片的镜头，然后这边是一个 LED 的闪光灯，这边有一个 Vivo， 然后这边是魅族 MX 的不一样。我们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光滑白色的背盖，这个背盖看起来特别漂亮，因为它有两个涂层。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面那个白色涂层下面还有一个透明的涂层，这种感觉让那个魅族 MX 字样特别漂亮，有一种立体的感觉。我们打开背盖看一下，挂手指头。我们打开可以看到有一个电池，有一个镜头。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的补光灯呢，其实它采用的是一种用一个电线脚跟连接的部分，把那个闪光灯放在背盖上面，这种是挺特别的做法，而且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另外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Micro SIM 的部分是特别小，而且有点紧。手感方面呢，四寸的屏幕看起来很漂亮，而且它那个手感特别好，又很扎实。这个边虽然它采用的是这个无缝的设计，但是它那个感觉特别好，不会感到有一个缝在这边，手感很好。我可以看到做工不错，然后三核心一点是这个 GHz 处理器的也顺畅这样子。更详细的部分我们就留待评测跟大家说明。